前我在这里掉下去过，一年以后的今天我又在这里掉下去了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又有很多粉丝给我留言，说后面两个人子同时掉下落海，到底能不能一个人把它开上去？今天我故意把这些开下来，只为给大家出一个详细的自救教学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接下来呢，我马上去给大家实践哈。首先，我们拿出车上被人的先检点，然后把前面先点起来。石头先垫到这个下面，等一下轻一点再拿到后面顶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两边的这个轮子石头都全部垫好了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。我们把这个后面垫起来是为了让这个底盘悬空，然后呢我们增加前轮的一个抓地力，接下来只需要挂一档慢慢往前面开就可以开上去了。好，现在看我怎么把它开上去。轻轻松松就把车开上来了，大家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我，以后都会给大家分享实用的驾驶技巧和自救教学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